Hello， 大家好，我是布莱特老师。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圣经希伯来语》第八单元，我们对动词第一个语干 靠， 在中文教材翻译成卡干动词，我们对它进行一些补充。这些规则呢，在圣经里出现的频率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高啊，所以在这里学习呢，也是先留个大概的印象。等我们以后在读经的时候，真的遇到这些词，我们再来加深这些印象。首先要谈一谈的是，如果有几个动词并列会怎么样。第一种情况，一个祈使语气再加上一个祈使语气，来看看，这是听见然后派遣然后站起来。 Shema Ushlach Va'amod， 三个动作。然后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卡干的祈使语气该怎么样去构成。卡干的祈使语气该怎么去构成，我们先从它的未完成式，我们先说 He will kill 开始说。 He will kill 怎么说呢？咦，然后 可 tol iktol iktol， 这是他将要杀，变成祈使语气 kill， 把前面的前缀扔掉。 ktol ktol 这就是杀 kill。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祈使语气的一般模板，一个 shiva 一个 o shiva o shiva o， 这是它的一般模板。但是这里面三个其实都没有完全按照模板去走。第一个什么，他并没有说什么，是吧？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一个喉音字母，喉音字母特别喜欢啊这个音，他不光要管自己下面的这个元音，而且他也会影响到前后的元音，所以在这里的话他把它变成了啊什么，而不是什么。这个也一样， hat 把前面的 o 变成啊 shalach。而这一个呢，哎，这里是 o 没有问题，因为它的前后两个都不是这个喉音字母。而第一个有点变化，第一个它是喉音字母，所以没有办法带 shiva， 没有办法带 shiva 的情况下，我就用了一个短版的 a， 一个 hatef patach。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连词 and， 这里为什么是乌？因为这里是一个雪瓦，在雪瓦前面的 and 要用乌。而这一个为什么是瓦？阿隐，然后有一个这样，它在前面用了一个瓦。如果我们要用一般形式是这样，两个雪瓦在一块了，不行的情况下，这一个跑出来，替代掉这里的雪瓦。这是我们学过的希瓦第二定律，你还记得这些知识点吗？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种，一个祈使语气加上一个完成式，什么 ？va shalachta， 什么 ？va shalachta， 先听，然后呢再派。前面一种情况是三个祈使语气的并列。这三个祈使语气有可能是先发生这个，再发生这个，再发生这个，但是也有可能顺序会不太一样，也有可能这个先发生，然后是这个，它只是表示三个的并列，而并不表示先后顺序。但是下面这种情况，如果你有一个是祈使语气，而另外一个是完成时态，就非常明显的表示先发生这一点，再发生这个完成式。再来一种情况，如果第一个是祈使语气，后面一个是未完成时态，两个合起来的话，就变成了有因果关联的这样一种情况。什么？先听到，以至于，然后就 ，v eshlach， 先听到，然后我就派了一个谁谁谁，或者我就将要派某某某。
我就将要快某某，因为这里是未完成时态。在这里的话，哪里表示的是我？这里的 Aleph 和下面这个 A 合在一块的 A， 这里表示我将要派出去。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两种不定式。第一种不定式叫做 infinitive absolute， 另外一种呢叫做构造式的不定式 infinitive construct。 其实每一个都还有很多话题要讲，我这里只讲我在现在已经教到的读经课里面出现过的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圣经里面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一种情况。第一种这种独立型的动词不定式，独立型的动词不定式，那么在我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翻译成 surely， 确切的，或者说实实在在的跟你说话。来看看怎么说 Amor Amarty。 哎，你可能觉得怎么回事，这怎么把那个说话的说进行了两遍。没错，第一个这个 Amor 就是这里的动词不定式，第二个才是 I have said， 才是我说了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打个近似的比方，就是他为了表示这个 surely， 就把这个说这个词写了两遍，好像把它变成了这样一个情况， I say said， I say said， 前面这里是我们的不定式，而后面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动词。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记住这一天吧，怎么样呢？ Zahor at Hayom Haze， Zahor at Hayom Haze， 哎，这回就没有把它写两遍，这回是把它当作一个祈使语气来用，所以它自己也可以做一个祈使语气来用。我们来看看后面这里，哈哈，看见了吗？ Hayom Haze， 所以就是什么什么的什么，这是这个天，这一天。好，然后下面这个其实比上面这种 surely 还要更常见一些，就是我们英文中那种 to do something 动词的最一般的不定式。来看看 Harog ish to kill a man， Harog 去杀 ish 一个人， Harog ish。有时候呢在翻译的时候也把它翻译成 doing ing 的形式，所以这个也可以有时候翻成 killing a man。 好，以上就是我们补充的一点东西，先大概留下一点点印象，然后以后我们遇到再来说。比如今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就又会遇到一个我们上面讲到的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学习的是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五节，首先先听一听这一节。והיו למאורות ברקיע השמיים להאיר על הארץ ויהי כן. 好，再来一遍。והיו למאורות ברקיע השמיים. 这里是 והיו 肯定是 and， 然后 hayu这里的 you 表示的是 them， 或者这个 物 表示的是 them。 Haya 同样是那个词 Haya， 这个词很经常见，但是这个词我很不喜欢，因为它特别不规则。 Haya， 然后呢加上后面的 you 之后呢，这个不见了，然后 物 在这儿表示的是让他们怎么怎么样，然后让他们Limahot 怎么样呢？ Li 这里是 to 或者是 for， 作为 Mahot 作为光，这个是发光的那个东西，作为光体
Mahogot. B. Rakia. B. In. 在。In. Rakia. 穹苍或者苍穹。这里是一个构成式的链。在什么什么的苍穹？在天空中的那一个苍穹。Bi Rakia Hashamayim. 在那天中的苍穹。下面的英文给出的是 The firmament of the heaven，看得明白吗？这就是 firmament，那个苍穹，然后这就是那天哈什玛尹。继续。Lehair al haaretz。Le ha'ir al ha'aretz，好。然后你看看英文这个翻译 to give light upon，你能看得到一个 to do something 吗？这就是我们一个动词的不定式，而且是我们不定式的哪种类型？我们今天补充的有两个，一个是 surely，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跟你说，那另外一个是 to do something，在这儿，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出现了一个不定式的构造型，在这儿叫做 le hair。其实这个 hair 给出光，给出光，跟我们的光那个词同源，光 oh，然后这里是一个 hair，你会发现这两个词长得很像啊。hair 给出光，然后是 to do something 那个 to give light，to give light。Al haaretz，这个简单。Al upon haaretz，大地，那地。然后是 Vayehi hen。Vayehi hen。Vayehi hen。Vaye and he，这就是我们的海亚。然后事儿就这样成了 hen，副词的 so。好，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והיו למאורות ברקיע השמיים. והיו למאורות ברקיע השמיים. להאיר על הארץ. להאיר על הארץ. ויהי כן. ויהי כן. 好，我们来看中文教材第25课，首先是课文标题。25课. Shiur Kaf He. Adonai Roi. 课文46页. 好，25 Kaf He，同意吗？Kaf He。然后标题 Adonai Roi。Adonai Roi。根据这里的翻译，哦，这里的哦，这个表示的是。牧者，英文的 shepherd，牧羊人。然后是我的牧羊人，我 e 这里的 e 我，所以是 o e 我的牧者。来听第一段 aleph。第一段 aleph。Adonai roi lo ira ra。Adonai ori。Mimi ira. Ata habore. Bore shamaim vaaretz. Ata shomer Israel. 再来一遍。第一段。Aleph. Adonai roi. Lo ira ra. Adonai ori，这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不说了。lo ira lo ira，这里的 ira 来自于动词 yara yara 遭害，遭害 ira 我不会遭害，我遭害，然后前面有个 not，就是我不会遭害，哪里表示我来着？
最开始的 alif， 最开始的 alif 表示我就将不会遭害，害在哪儿？害在这儿 ，evil 在这里 ，ga ga， 我就不会遭到 ga evil。然后继续 ，Adonai ori mimi ira。Adonai ori， Adonai ori， 这个不太一样啊，前面是 ori， 表示的是我的牧者，这里是我的光。Ori， 我的光。Mimi， 最开始的这个 mi， 再加上中间的点儿，表示 from， 然后 me， 啊他，还记得吗 ？From whom， 从谁，然后 ira， 跟刚才一样，遭害。然后这里呢？没有这个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害怕，原意是害怕，前面的话稍微引申了一点点，因为后面有一个祸害，所以变成了遭害。那么这里是我会害怕来自于谁，我会怕谁呢？好，继续。Ata habore bore shamaim vaaretz。 好， Ata 不用解释，哈波嘿，哈波嘿，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最重要的语法点。这个语法点是动词的 ing， 也就是现在分词。这个波嘿来自于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词，叫做上帝创造那个巴嘎，巴嘎，巴嘎。这个表示 he created， 他创造了。这是已经完成了的事儿。那么现在我们要学习一种新的表达方法，叫做博博嘿。它是这样写的，博嘿。那么这是 creating。同时呢，如果是动词的 ing， 也可以表示 creator， 创造的那个人，创造的那个人。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儿，这里他说啊，他哈波嘿，你 the， 如果你说 the creating 好像有点说不通哈，所以这里是 the creator， 这就很对了，你是那个创造者。波嘿波嘿什么音不啊 it's。那么这里是天和地，天和地的创造者 ，Bore， Bore。好，我们继续。Ata Shomer Israel。好 ，Ata Shomer Israel， Ata 还是你 ，Shomer 来自于哪儿 ？Shamar 还记得吗？保守 ，Sha。Mach， 夏 Mach， 跟这里一样变，不再是夏 Mach， 不好意思，写的有点写意啊。学，然后 Mach， 学 Mach， 学 Mach， 那么又来了，它既可以表示 keeping，ing， 同时呢，也可以表示 keeper， 保守者，保护者。所以这里说你呀、啊，你是谁谁谁的，谁谁谁的以色列的保护者 ，Shomer， Shomer。好，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第一段 ，Aleph， Adonai roi lo ira ra， Adonai roi lo ira。Ra. Adonai ori. Adonai ori. Mimi ira. Mimi ira. Ata habore. Ata habore. Bore shamaim
Vaarets. Boré, Shamayim, Vaarets. Ata Shomer Israel. Ata Shomer Israel. 好，我们来看 Bet。第二段。Bet. Ma ata ose? Ani ochel. Ma ata ochel? Ani ochel basar. Ma at osa? Gam ani ochelet. Ma at ochelet? Ha at gam ochelet basar? Lo. Hineni ochelet rak lechem. 好，再来一遍，因为这个 bet 也太长了，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第二段。Bet. Ma ata ose? Ma ata ose? Ma 什么 ？Ma 谁？还记得吗 ？Ata 你 ，ose ose 好，这个又表示的是我们的做，而且这是 do 的 ing doing， 这里边是我们的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同时呢，也可以稍微跟大家说一点的，就是这其实是学现代希伯来语的第一个时态。在我们古希伯来语里面，我学的第一个时态是什么？像 makta、像 makti、像 makt， 其实那个表示的是 I kept, you kept， 那是过去式。想一想，你在学英语的时候，你学的第一个时态会是过去时态吗？你见到朋友打声招呼，第一句话恐怕只有北京人会说你吃了吗？哎，那倒是完成时态，那倒是完成时态。但是一般来说，你见到朋友第一句话一般就是说 What are you doing， 对吧 ？What are you doing， 或者 How's it going？How's it going？ 基本上都是一个现在时态吧。所以如果是学现代希伯来语的话，其实这个现在时态或者 ing， 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Ma， ata， ose， ose。好，来看一看这个一般的模板哈。刚才我们说了。怎么变？那么如果你是阿萨阿萨，这是这一个 do 它的完成时态是这样写的阿萨，然后呢变一变 ose o， 或者你写长版的 o 也可以，你写成这样也可以。这个问题倒不大，反正是个 o 这个音就对了。然后 say， 哎，问题来了，问题来了。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 hey， 这是一个喉音字母。我们说喉音字母喜欢 啊， 对不对？喜欢 啊， 对不对？不过这里你非要改不可，不能保留 啊。那它还有个第二喜欢的，就是这个 sago， 第二喜欢 sago or say， 就这么来了。Ma ata ose,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看看回答。Ani ochel. Ani ochel. Ani ochel. 又来，本来是 ahal 是吃，现在变成正在吃 eating。O 和 a， O 和 a， 记住这一个模板 O a O a。继续。Ma ata ochel. Ma ata ochel， 不解释。Ani ochel basar. Ani ochel basar. Ani ochel basar. 多啰嗦一句，看看这里是在问一个男的，还在问一个女的。这里说 ma ata ata， 这是一个男的，一个男的，他说我正在吃是 ochel ochel。一会儿你会看到，如果是一个女的，这个词不太一样啊。男的一个人是 oa。我们往下看，一个女的怎么样 ？Ma at osa， 看看 ，Ma at osa， 哎，不一样了吧？这个是 osa， 这个是 osa。哦，原来如果是一个女的，应该变成 o a o a， 男的 o a， 女的 o a。继续。Gamani ohelet， Gamani ohelet。O helet， 哎，又来一种不一样的啊！除了有这种变成
or are 形式的以外，还有一种就是 or at or at 这样一种形式。Ma at ohelet. Ma at ohelet. Ma at ohelet. 你在吃什么呢？ Ha at gam ohelet basar. Ha at gam ohelet basar. Basar. 这在我们上一次课最后读经的时候，我说那个中文课文最后那里遇到过肉 basar. Basar. Ha at gam. Ha 动词不好意思，问句标志，然后你 gam also 也，你也正在吃肉吗 ？Lo, inani ohelet rak lechem。好，学会这一个 inani, inani, inani 原意是说我在这儿，还记得吗？我在这儿，知道吗？然后这里的话表示的是 I am doing， 我正在做，正在做什么？Ohelet 正在做吃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地方他没有说 ani， 他用了一个 hinani， 相当于我在，我在。然后 ohelet rak rak， 然后 lehem rak only only 只仅仅 rak lehem 面包饼。lo 不对 ，hinani 我在。Ohelet 在吃着 ，rak only lehem 面包。看看前后，我们第一部分学了，如果遇到一个男的的话是 o a， 如果遇到一个女的，我们是 o a， 或者是 o a it。如果后面是这种有一个 he 或者是。对，有一个 he 这种情况的就要变成 or， 而如果后面不是这种 he 情况，我们就用 at。 好，我们再往下看，如果是复数会怎么样？ Ma atem osim po anachnu lomdim uma atem lomdim lomdim ivrit。 很重要的一个对话，好像现在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希伯来语英文叫 Hebrew， 那希伯来语在希伯来语里面该怎么说，叫 Ivrit Ivrit。 好，我们学到现在总算是知道我们在学什么语言了，是吧？叫我们在学什么，我们在学 Ivrit。 再听听这一段。Po Anachnu Lomdim Ma Atem Osim Po Ma atem osim po? Ma, what? Atem, you, 很多人是吧？很多人的那个 you， 而且是 m， 所以这表示的是一群男的，或者当然也可以表示有男有女，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阳性的复数，阳性复数对应的这个动词怎么样呢？叫做 osim， 有意思吧？他用了一个 im， 眼熟吗？眼熟吗 ？im 这个是，对，这是一个阳性的名词的复数，是吧？阳性的名词的复数。哦，原来如果是阳性很多人，那你就把它变成一个阳性名词复数就行了。osim po po 这儿 here。Anachnu lomdim。Anachnu lomdim。Anachnu。Long dim 一样 ，im long dim。Uma atem long dim。Uma atem long dim。Long dim 一样 ，im 加深一下印象。Long dim ivrit。Long dim ivrit。Long dim ivrit。好，现在我们学了三种不同情况了。一个男的 or a， 一个女的 or a， 或者如果后面没有这个 he， 你就变成了 at or at。 如果是一群男的，那么是 or 然后 im 的情况， or im。
接下来我们看，如果是一群女的会怎么样？ואתן, מה אתן עושות? האתן גם לומדות עברית? לא רק עברית, אנחנו לומדות גם יוונית. 好，再来一遍。ואתן, ואתן, and you, אתן, 女的，很多女的那个 you。מה אתן עושות? 好，其实你刚才看到男的用了一个 im 阳性复数的这个名词，那你可能也猜得到，女的要用女阴性复数那个 ought 表示很多很多。你还记得这一点吗？我们拿一个名词再来回忆一下 ，sus， 我们最喜欢的这个，因为它很简单，而且它很规则变化啊 ，sus， 这是一匹马。然后母的苏萨，希望你还记得这些苏萨，这是在我们初级阶段就应该解决了的问题啊，苏萨。然后一群马苏 sim， 如果这群马是公的的话苏 sim， 然后母的一群苏 sort， 苏 sort， im 和 ort， 这一点在动词的分词里面，或者说动词的现在分词里面同样适用。如果是阴性的很多人，他们做着什么事儿 ？ought。阳性的很多人做着什么事儿？就是 im。好，继续往后听。Haten gam lom dot ivrit。Haten gam lom dot ivrit。很简单，哈，问句，然后你们 ，gam also long dot long dot 来学习，而且是很多女性的学习版本，正在学习着 ，ivrit， 希望这节课完了之后，你要能知道我们学的这门语言叫什么名字。Lo rak ivrit， lo rak ivrit， not only。你看怎么说 ？Lo rak not only ivrit， 不仅仅是希伯来语。Anachnu lomdot gam yevanit。Anachnu 我们 lomdot 我们正在学 gam， also 我们也正在学 yevanit， yevanit。好 ，im ivrit 希伯来 ，yevanit Greek 希腊语。希腊语。好，我们再来读一读最后这一小段，时间关系我就不从头到尾的读了。Lomdim ivrit. Ve'aten. Ve'aten. Ma'aten osot. Ma'aten osot. Ha'aten gam lomdot ivrit. Ha'aten gam lomdot ivrit. Lo rak ivrit. Lo rak ivrit.אנחנו לומדות גם יוונית. אנחנו לומדות גם יוונית. 其实你如果学了更多的语言，你会发现那些语言的结尾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几乎都是 it it it。好，再来往后走，我们加深一下对我们四种情况：一个男的在做，一个女的在做，然后一群男的做，一群女的做。他们的动词该怎么变？第三段。Email. Ma hu ose? Ma hi osa? Hu oved et ha adama. Gam hi ovedet et ha adama. 好，来看 ，Ma hu ose? Ose， 还记得吗 ？Hu。他一个男的 ，ose， ma he osa 女版的 he she， 然后 o she， 我说的是女版的他 ，osa osa， 一个是 o a， 一个是 o r， 记住啊，然后 who
Oved, O-A，看见了吗？Oved，耕地，耕地。At ha adama，耕地这个动作，然后对象那地，他在耕那地。Gam he o vet ovedet，好，如果是。女版的话，女版的话，如果后面有 he，我们变成 are；如果没有 he，我们变成 at or at ha adama。Who shall make bite? Who shall make bite or a? He shall make ohel. He shall make ohel. Shall make ohel。看守，在看守一个帐篷，这个稍微有点特殊，他没有说成一个这个 or at，他仍然用了一个 ga，可能跟这一个最后这一个 hash 有一些关系。这个 hash，在有些时候他会跟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口音字母有一些类似，可能这里是受了他的影响，所以没有像上面这样去变。往后走。Who holech ha'ira? Who holech ha'ira? Ha'ira，这里用到了一点我们前面学到的知识，最后这里轻读的 ga 是朝着那个方向走。Ha'ir 那个城市，朝着那个城市。Holech holech，那么。有兴趣，你可以把每一个词它的完成时态都写得出来。比如这个 halach 就是走过去了，而这个是正在走。Oe。He holechet min ha'ir. He holechet min ha'ir. Holechet 怎么样？Oet 女版的正在走，然后 min ha'ir 这个是走过去。向着他走，哈伊哈，这个是从里面出来 ，min out of 或者 from。Who soger et ha delet? Who soger et ha delet? He sogeret et ha halon. He sogeret et ha halon。好吧，这一个又来一个 at。为什么跟这个不太一样呢？为什么跟这个不太一样呢？为什么这个它就是一个 R，这一个是个 at？ 恐怕我也得去再查一下，下回再来告诉你们。总而言之，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大概语音版的应该是一个 or at 或者 or R 这种形式，这点是最重要的。O loven lovenim。Who loven levenim? Levenim， 好，这是砖头。然后做砖头这个动词其实跟砖头本身几乎是一个意思啊，或者是一个样子。Oe，继续。He lovenet levenak tana. He lovenet levenak tana. Katana， 这是什么意思？Levenak。砖头，然后一块小的，还记得那个卡通卡通吗？小的那个词基本形式卡通，然后这里是因为砖头也是一个阴性词，所以这里也要加上一个阴性的后缀。Who shall lama? Who shall lama? 他正在问 shall or a， 继续。Vehi shoelet lama lo. Vehi shoelet lama lo. Hu ohevota. Hu ohevota. 这个蛮好用的哈。怎么样说我爱你啊？想想看，这里是正在爱那个。Ohev，ohev。如果是我呢？我啊你，啊你。Ohev， 当然我这指的是我一个男的这么说哈。
你 or have，然后我爱你 or take，如果是个女版的，你要说啊你，怎么样？看这儿。The gum he or have it auto。The gum he or have it auto。The gum he 女版的他 or have it。好，这个保留下来，我们来个女版的我爱你。这里变成我啊你啊你 or have it，然后你对一个男士说 ought ha 啊你 or have it ought ha。Who correct the cipher? Who correct the cipher? 读读 correct correct，然后 the cipher。所以这个跟我们英文又有点不太一样，英文的读是可以直接接宾语的，这个不行，这个还得加上一个 in b 才行。cipher 这是书。He correct the call gadol. He correct the call gadol. The call gadol, call gadol 大的声音，the call gadol。用大的声音，in big voice，in big voice。然后这个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 aleph。当出现 aleph 的时候，它经常会拿来作为一个末音字母，作为一个末音字母。然后那两个 a 合并在一块儿，变成现在的长的 a，tehe 这个 a，本来应该是 at，然后呢要把它变成末音字母，那么下面这一个 a 就不见了。两个 a 合并成一个长 a，correct。继续。Où m'as-tu pris? Où m'as-tu pris? 找到，如果是我们之前的完成时态叫做 m'as-tu，现在是 o a。He m'as-tu zahav tahor. He m'as-tu，原因一样。两个 a 合并成一个，然后 aleph 变成末音字母，然后这里的黄金 zahav，然后是纯的 tahor，我们继续，很多说话还没完。Who shot Yain? Who shot？亚音，shorte，好，因为后面有一个 he，有一个 he，不再是长音，而是这一个 sago。Who shorte 亚音，九亚音。He shorta mine。He shorta mine。看，有了 he 之后，不再是 it，而是变成 shorta。Who roe ne hashim？Who roe ne hashim ne hashim？如果是 nahash，就是一条蛇，现在是一群蛇 ne hashim。同样，如果是看见的话，它的原形式或者说它的完成式是 ra，有一个 h，所以变成了 oa 这种形式。女版。He roa susim。He roa。Susim, or a，因为有 he。Roe tsong, roe tsong。Roa susim, roa susim。哎，这里是说放羊，or a or a。刚才我们说牧羊人怎么说来着？直接是 ro 是吧？把这里的 a 去掉，ro 就是牧羊人。Ina bohe，Ina boha。还可以怎么样？Hino，Hino，同样是看呐、啊，刚才那个 hineni，然后是看他，Hino，就变成了 He is bohe，sorry，bohe，bohe，来自于 baha 哭，他正在哭着，然后是他。正在哭着，你看，一个是 o r，一个是 o a。
继续。Mahem osim, mahen osot。所以我们的这个看图说话还没完，前面讲了一堆的，一个男一个女，一个男一个女，现在轮到一群男和一群女，him 和 hen，or seem or sort。הם כותבים עברית. הם כותבים עברית. הן כותבות יוונית. הן כותבות יוונית. הם קוראים את דן. הם קוראים את דן. הן קוראות את אישן. הן קוראות את אישן. 哎，这个有意思，以善，以善，这是两个女人共用一个丈夫，因为这里是 ish，没有变成 anashim 啊，没有变成丈夫的复数，所以是两个女人她们的丈夫，谁呀？Em tzohakim. Hem tzohakim，Hem tzohakim，这里有一个微笑，叫做 tzahak，tzahak，微笑。这个在我们以后还会重新再来学一个，它的将来时态叫做 Itzhak，Itzhak，这个跟我们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有点关系，以后再说。Him Tzohakim，你要知道怎么样变成这个复数的 ing 形式，这里是 im 就好了。Hen Tzohakot。Him Tzohakot，Tzohakot。O，然后 ot。Ponim yama。Ponim yama，面向哪里？面向哪里？Ponim，Ponim，然后 yama，yama，向着西边儿。这里有个弱读的啊，弱读的啊。还记得那个西是一片大海，所以是 yam，向着西，yama。Ponot habaita. Ponot habaita，朝着那个房子的方向。Ponot。Hinam bonim ir. Hinam boi 啊，Hinam bonim ir。ir 是一座城池，是一座城。然后 bonim，它的原型是巴纳，巴纳。哦。im 正在建，然后是他们正在，然后变成的是 hinam，am 表示的是他们，hin 这里的 hin 表示的是看呐、啊，看他们，看他们，也就是他们在建着一座城。hinan bonot kir hinan bonot kir 一样，看着一群女人，an 这里是 am，kir。墙，keep。好了，我们的看图说话终于完了，坚持一下，还有两三段呢。Dalit。第四段。Dalit。Ma ata roe, Elishama? Ani roe vetson. Uma ose ha roe? הינו קורא לצונו בקול גדול. מה הוא אומר? הוא קורא בונה, בונה, בונה. 很有意思啊。Come, come, come, bona, bona。再来一遍。第四段。Dalet。מה אתה רואה, אלישמה? ma ata ore Elishama 是个男的，所以是 oa 这种形式。ani roe vetson ani roe vetson 两个 roe，不过意思不一样啊。前面是我看着，我正在看 roe，一个牧羊人，一个牧羊人，一个牧者 vetson。
你会发现，哎，原来一个牧羊人他完整的是这个一个形态。然后当我加上一个我的牧者的时候，要把后面的 a 这里的 a 要给它去掉。Uma osé haroé. Uma osé haroé, haroé. 这个牧羊人正在做什么呢？Hino corre lezono bekol gadol. Hino 看着他，也就是他正在 oe corre 大声的喊叫 l tono 什么意思 l to， 然后这里有个冲羊，然后是哦，他的羊 l tono， 然后 bekol gadol bekol gadol in big voice， 刚才我们有读到，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一段，很有意思啊，这一句 lezono bekol gadol lezono bekol gadol mahu omer Omer 来自于 Amar， 说他正在说什么。Who corre bona bona bona？ Who 他 Who corre 正在喊 bona， 轻读的啊，朝着这个方向，朝着 bo here 或者说 come， 所以 come here 朝着我们这里来 Bona Come 怎么说 Bo。 好，然后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 Hey 第五段 Hey Hevel Hoe Tzon Vekain Oved Adama。 好，这里是两个人干不同的事，一个是 Hoe Hoe， 这是放牧，正在放牧谁？放牧羊群。然后这里是 Oved 耕种 Adama 正在耕种土地，或者呢，也可以说是这里是它是。这个耕种土地的人和这里是牧羊的人，这里它变成了一个这个构成式的链，中间有一条杠，所以更准确的应该是不是正在做，而是正在做这个事情的人。Hevel roe tzon vekain oved et ha adama。 好，很明显哈，前面这里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中间有一杠连起来，而下面这里边把它分开，那么这里就是正在做的事儿。最后这一点，第六段 Vav Vayomer Adonai El Kain Aye Hevel Achicha Vayomer Kain Lo Yadati Hashomer Achi Anochi。 好，再来一遍，第六段Vav Vayomer Adonai El Kain Vayomer Adonai El Kain， 不用太纠结是吧， El To Kain 是一个人的名字 Gain。 Aye Hevel Achicha Aye Hevel Achicha Aye Where 然后 Hevel 他的兄弟叫做亚伯，阿嘿哈，这个比较麻烦，因为这里是一个嘿哈，理论上说应该是一个哈，是你的弟弟，因为只有一个弟弟，但这里他用了一个复数的，最后的结果是伊哈，这个是配复数的名词的，所以他是把一个弟弟看成了很多的弟弟，这是为了表示对男性成员的尊重。如果我们是一个爸爸，他后面也会用一个伊哈，
一哈，以表示这对一个男性成员的尊重。Vayomer Cain, lo yadati, 不解释，继续。hashomer achi anochi。Ha shomer，我们说了，这个既可以表示 ing，也可以表示做这个事情的人。那这里是 ing 还是这个人？后面一根杠跟一个名词合在一块儿，所以是什么什么的人。我的兄弟啊，兄弟，我的兄弟啊嘿，我的兄弟的看守者，看守者。Anohi，这个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不是 Anohi，理论上说应该是 Anohi 才对，他为了这个可能表示一种强调，他把这个重音往前一提，提到了 no 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小数来表示，这个小数表示重音不规则出现在了这儿，Anohi，表反问强调的语气。好，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段。第六段。Vav. Vayomer Adonai El Kain. Vayomer Adonai El Kain. Ayeh Hevel Achicha. Ayeh Hevel Achicha. Vayomer Kain. Lo Yadati. Vayomer Kain. Lo Yadati. Hashomer Achi Anochi. Hashomer Achi.Anohi，怎么样？会读了吗？会读了吗？好，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到底在学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在学 ing，也就是正在进行、现在进行时态，现在正在进行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分为四种不同的这种变化。第一种是针对一个男的，然后呢，有针对一个女的。一群男的和一群女的这样四种情况，如果是一个男的，我们是 OA，简单写吧，我们就这样来。一个女的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OA，另外一种情况是 AAT。如果是一群男的，要知道是 O 和 IM。如果是一群女的，是 o 和 ot 四种情况，四种情况，在我们以后还有课文要来加强和复习这一块。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个图哈，一个很有趣味的一个小知识，就是这一个图里面所有的东西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个阿斗奈，最后这个写的最大的这个耶和华。所有的这些词都是指的同样的，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词哈。从这边开始数，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 Shalom， 耶和华就是平安。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就是亚，哈利路亚，那个亚，这是耶和华的缩短版、简版。然后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 Ohi，Ohi 是我的光。耶和华是 Malkeinu，Malkeinu 这个是。我们的王，看到 Melech 了吗？看到 Melech 了吗？然后一个 Einu 表示我们的王。然后再举最后一个，这里有很多啊，就不一一的举下去了。有一个是 Hashem， 这个得提一提。这个是日常生活中如何说耶和华？日常生活中如何说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一个 Adonai。这是在读经里面，当你遇到耶和华的时候要读成 Adonai 主，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要说到 Adonai 要说到耶和华的话，是这个 Hashem。 Hashem 什么意思？ Shem 是名字， Hashem 哈是 the， 就是那个名字，那个名字，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耶和华怎么样去读。总而言之，他们是不会直接读这个耶和巴这样一个东西的，或者是亚贝这样一种读法的，这都是一个不敬的称呼，所以一定要用别的方法。读经里面读 Adonai， 日常生活读 Hashem。 好了，今天的我们的课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